走，是不是想回家过年？进去了。一百物价。新一路三段十一号为停啊，1999。新一路三段十一号，十一号。谢谢。加油加油！来，慢慢加油，慢慢加油。好，谢谢媒体。朋友的关心，也非常感谢彰化地方法院合议庭给我交法的机会，我会遵守合议庭的指示来报到，也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先进，大家在这边长久的等候，也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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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状况还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想到那个郑议员搞过年的问题，不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你要怎么解决员工过年的问题？对，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？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提到说儿子的结婚延期的事情？出现问题了吗？我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会交保，所以准备了3亿的现金在？谢谢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要喝鼎新的黑心油补身体，谢谢，谢谢。魏董，要不要喝鼎新的黑心油补身体？魏董，我代表台湾国办公室来给你慰问，你走不出来，看起来有干啥？